昨天我们讲到现象品云何是祝福无畏清凉大师引用了历世间品。 属于十种无为，我们介绍到第四种，为以无缺无为。这句话对我们现代。 佛弟子来说，意义特别的宏盛，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法在今天。 这再说呢，已经衰微到基础了。换一句话说，今天是佛法断绝成王的转泪点。问题。 就在我们这一代，我们是要把佛教在我们手上毁灭掉，还是要把佛教在我们这一代复兴起来？关键呢，就在我们一念之间。关键呢。 在我们能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果然不能克服，那我们就一手把佛法了毁灭掉了。啊，我们如果咬紧牙关，把自己烦恼习气。 断掉，佛法在我们这一生呢，就兴旺起来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一生不是升天堂，就是堕阿鼻地绝对没有中间的路子好走。如果你害怕，那我们就可以换俗。 把这个衣服脱掉，没有你的责任了。我跟诸位讲实话，啊，为什么呢？将来你堕落在阿鼻地狱，你不会怪我。啊，没有人跟你说，我总算是跟你说了，所以。 戒律唯一重要啊，万万不可以轻视啊！祝福菩萨，足是大德，绝没有求人恭敬的念头。啊，如果是还求人恭敬，那是凡夫心的。 他的心不清净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佛教的形象啊，啊，佛教能不能注释，就看这个形象，这个世间的众生愿不愿意接受。 这个世间人乐意接受佛法，就久住世间了。这个世间人不乐意接受，啊，说佛教是迷信，佛教是人民的鸦片，佛教必定要断灭。 为什么社会大众对佛教有这么深的误会呢？我们做佛弟子，特别是出家弟子，做的太不像样子了。啊，戒律威仪从哪里做起？什么叫戒律？什么叫威仪？根本就不懂。 你怎么做法？你从哪里做起？啊，我们在过去才讲过《十善业道经》，但是还有许许多多人。 没有听到的呀！啊，什么是“时产业道”？这个十条，大家能说得出来呀、啊？里面的含义就模糊了，怎么能落实呢？ 实在说，不能不懂啊，不能不认真学习啊！兴废存亡啊，就在我们这一代啊！ 所以，你要能够把自己烦恼洗洗，克服，你的功德无量无边呐、啊。一切诸佛都赞叹一切诸佛都加持啊！为什么不肯看？ 我们不能不认真的去反省。啊，我今天早晨在书架上看到一本《沙弥学处》，啊，是台湾市华音。 这本书编得不错，啊，用新式标点，重新排版印出来。我略略的翻了一翻，那是出家人的根呐、啊。 我们不在这上下功夫，啊，出家了根没有。你做的再好，花瓶里插的花了，没有几天呢，枯死了。你不是活的啊！沙弥律仪是根呢。 出家人的根呢？有这个根呢，你有生命啊，你是活的，你不是死的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认知大方光佛化也是花果，沙弥里是根呐、啊。 啊！你们听大方光佛华严听得欢喜，你能入这个境界吗？啊，入不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根。啊，谓以无缺为。这一句。 不能不重视啊！第五句，三业无过无，为。三业是生于意，没有过失了。这是什么？持戒波罗蜜的圆满。 十善业的圆满呐，神不杀、不盗、不也，念头都没有了啊！不但是没有杀到人的这个行为呀、啊，念头都没有了啊，口不妄语。 不两舌，不其余，不恶口，啊，亦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十条是总纲领啊！啊，细说无量无边。 啊，每一条都是无量无边的、啊。绝、啊、决定没有过失了。持戒波罗蜜圆满。大师说的好啊，这两条唯一无缺，三业无过。 或为外寄啊，外人对你的畸形误会完全没有了啊。第六句、啊、是讲。 外护为这一句是讲啊，不为天魔外道护，是护持自己呀、啊。 什么叫外护？这两个字要懂啊，就是对外防护的了，很严密啊，决定了不会受外面的影响。 六根戒除六尘境界，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决定不起贪嗔痴慢，啊，决定没有控制的念头，决定没有占有的念头。 啊，于一切人、事、物当中，反复是不免的。对人对对、对事、对物有控制的抑郁。有这个念头，有这种行为，有占有的念头，有这个行为。 那是烦恼的根呐、啊！啊，这一句外户无为啊，就是讲对这些，你全放下了。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绝对没有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的念头，完全放下了。啊，所以无为了。 天魔外道，什么样的手法来诱惑你？你如如不动。啊，这个大金山长江啊，你清楚明了是智慧。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你就无畏了，这是禅定啊！定会等于。第七句说：正念无为，不为遗忘。这个话说的好啊！ 我们特别是学东西，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健忘啊，谁学就忘记了，记不住了。一般人都有这个烦恼啊，啊，都有这个恐惧啊。 佛在此地教我正念，你就不会了。啊，为什么？祝福如来、化身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他们所说的东西从哪来的？正念里头流出来。 如果我们得正念，那就无畏了。我们接受佛菩萨的教诲，需不需要刻意去记呢？不需要。 怕不怕忘记了呢？也不怕了。我常常勉励同学，心跟佛同一个心，愿跟佛同一个愿，行与佛同一个心。言语当然同佛了。 自然而然呐、啊，现在我们的难难在哪里呢？我们的心跟佛心不一样，愿跟佛愿也不一样。我们心是妄心，我们的心就是妄想分别之主。啊，佛是什么心呢？佛没有妄想分别之主。 佛是什么愿呢？佛是利益一切众生。我们今天讲的牺牲奉献呐、啊，佛是这个愿。我们凡夫的愿呢，念念想占有。无论古今中外啊，念念都是想的，我享受特权。 别人享受不到的，我能享受，跟佛不一样啊！啊，佛菩萨了，他能舍己为人呢、啊。 如果我们从这些地方学习，那就对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一生。 他所表现的，他所作所为，就是大方光佛华严圆满的落实，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小小戒。 微不足道的唯一，他都不是。他为什么？他那完全是表演，要用我们的话来说，完全是牺牲奉献他可以享福，他可以不到这来。 啊，在我们讲表演也很辛苦啊，就像一个演艺人员一样，在舞台上表演，毛足全部的精神，累得满身大汗呢、啊。他为什么？为了是娱乐群众。 他在舞台上表演，你们想想看，是不是不是供养？他是来供养观众的，表演的非常逼真呐、啊！释迦牟尼佛跟诸佛菩萨。 硬化到这个世间来，就像舞台演员表演一样。《梵王经》上世尊说啊，他这一次到世间来表演是第八千次啊，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他就来了八千次啊。他方世界那就不必说了。 学会了这套，啊，真学成了，往后我们是事业是什么呢？在净虚空变法界，每一个佛刹土里面，设法界里面呢，当演员，就表演去的 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这个行业就是当演艺人员，要演得像，要演得逼真。像一个觉悟的人，才能够帮助别人觉悟。 像一个修行人，才能帮助别人修行；像一个解脱的人，才能帮别人解脱。 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万缘放下了，我们要真放下，才能劝到别人放下。啊，我们放不下。 如何能劝别人放下？啊，一切都是要从本身做起。 佛家的规矩，日常生活，晚上睡眠四个小时。啊。 日中一时，释迦牟尼佛一生就是这样的表现。古印度把一昼夜分作六个时辰，啊，昼三时，夜三时，啊，白天。 叫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晚上叫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你们在《结经》里面读到啊，佛带领大众啊，晚上休息中夜分呐、啊。中夜分现在是什么时候呢？啊，现在我们把一周夜分作二十四个时辰。 所以叫小时啊，啊，为什么称为小呢？古代中国把昼夜分作十二个时辰，啊，我们用这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用这个来代表。中国古时候一个时辰是现在两个时辰。 所以现在这个时辰跟中国比小，我们称它做小时。中国跟印度比呢，印度的时辰大，印度的时辰比我们大一倍。啊，印度的一时是我们中国的二时。是现在的四小时。啊，中夜分呢？ 十点钟睡觉，啊两点钟就起床了。他精神饱满了，他没有妄念了。啊，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比不上他们？妄想杂念多。 所以容易昏沉啊。妄想杂念消耗能量大了，所以饮食要多餐呐。道理在次里。 佛当年他们那个团体，每一个人心都清净，妄想杂念少，所以他饮食少，他消耗的少吗？他不昏沉，所以他睡眠时间少，时间。 是人生第一宝贵耶，而且人人是平等的。凡是有成就的人，没有别的，他时间掌握的好，没有空过，没有浪费。人生在世。 浪费时间是第一可惜啊！啊，为什么？其他一切了，你浪费还可以能得得到，时间没有办法，时间浪费了是决定不能够再得到了啊。 两千零二年，再不可能有两千零二年了。啊，这一分这一秒过去了，再就不回头了。所以，一切法了的失而复得，唯有时间失掉之后不可复得了。 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呐、啊，爱惜光阴呐！啊，古人有所谓呀、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啊，黄金一寸立方一寸是一斤重啊。这是比喻、啊。 一斤重的黄金啊，买不回来一寸的光阴。啊，不要说是一斤的黄金，亿万斤的黄金也没有办法把一寸的光阴买回来啊，不可能的事情啊。 不知道爱惜光阴，把光阴这样子浪费掉了，那比什么都可惜。啊，过分的睡眠是浪费光阴；不知道用功是浪费光阴。 我们讲的畏惧，这的确是值得畏惧的，比什么都可怕。啊，希望我们读到这个经文，要用心体会。 要认真学习啊！大家同修在一起，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天天在讲堂讲经，天天在提醒大家。 我们一中靠中大家在一起互相勉励，互相检测。啊！因为一个人实在是不容易克服自己烦恼习气自己对待自己。 总是宽大为怀呀、啊，总是常常原谅自己呀、啊，于是乎养成一个懈怠懒散的习气、啊、这个习气就造成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出不了三界。 大众在一起，啊，看到别人都精进，我不精进，不好意思。道理在这里，啊、这个办法是马祖、啊、百丈啊两位大师提倡的一依众靠众。 如果在这个环境之下还要享受特权，那他就完了。啊，这是什么呢？自甘堕落啊！团体里面不允许这种人。啊，为什么？他影响别人。 他可以特权，我也可以特权的，啊！我们两点钟起床，他可以五点钟起床，我也可以五点钟起床啊。一个人享受特权，就把整个团体破坏了，啊！这个是大众不容许的，啊，所以。 我实实在在没有办法克服自己烦恼习气，我离开这个团体。这个团体每一个人对你都尊敬，啊，为什么呢？你拥护这个团体，你不忍心破坏这个团体，这个功德就不得了，啊，你不会堕落。 但是你在这个团体呢，那你的罪过就无量无边。佛法真的通人情呐，啊，实实在在讲的是真正的合情合理合法，为别人想的很周到，为自己想的也周到。 这是佛法令人敬佩的地方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被九法界众生尊称为世尊？到底在此地啊！世尊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世间最值得尊敬的人。 啊，他为一切大众设想，面面周到。第八句，方便无为。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特别给我们说明：不为生死。 啊，生死苦啊，生死疲劳啊！啊，不为生死是什么意思呢？众生有生死，菩萨要为生死之苦，他就不来度众生了。啊，不为生死，真是大慈悲的。 落实啊！觉悟之后的人没有自己，一切为众生呐、啊，为众生实现为众生表演呐啊！他就这么一段事情啊，他的心。 就是虚空法界，他的身就是国土众生所以他为众生表演，永远没有皮像普贤行愿品设愿每一句的这个戒为一样，无有皮也。 第九句，一切智无畏。啊，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是不为而成。二臣成闻圆觉。啊，他们已经证得正确。 这些人提出一些问题，说实在话，我们凡夫没有法子解答，他比我们高的太多了啊！佛能解答啊！ 这个是一切智无为、啊，最后一句具行无为。佛的行业是什么呢？行我们讲的行为，或者是行业，啊，事业。佛的行为，佛的事业，没有别的，教化众生。 世间众生、啊、特别是严浮体我们这个世界，《地藏经》上讲的好啊，刚强难化了，佛无言啊，刚强难化。 啊，还是来多话。这一生你回不了头，来生再来；来生回不了头，后生再来。佛菩萨总是不厌其烦，生生世世来重复表演，一直到你回头。 这种要是用我们人间思维来观察，这个精神、这个毅力，还得了啊？这个佛恩广大了，谁知道？ 生生世世追随不舍，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道场是一个野炉啊，就像一个炼钢的炉子一样。 无论是什么样的金属，破铜烂铁，投到这个野炉里头也融化了。所以，这是陶炼。 星星啊，这是星星，我们要懂得这个星星上面所附带的一些烦恼习气，要把这些东西练掉啊！啊，冶炼的手段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是行门，一个是解门，冶炼的手段。解门天天讲经、啊、让你了解，让你明白，帮助你开智慧、啊、行门。 就是生活上的规矩，把你毛病习气通通改过来，戒行相应，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啊，所以。 我们在这边注重你们大众，你们多想想啊！大家在一块呀、啊，商量商量，把商量的结果告诉我。你们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我能帮助啊！但是你要听。 不想在这生成就，我也不必来表演，那有什么意思？啊，我会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道场一切所有，我欢欢喜喜供养大家。往后因果果人要负责这个事情，新加坡唐禅法师做到了啊！早年我在。 旧金山，旧金山市区里面有个大觉连社在家居士们建的买这个稻场的时候这早年呐、啊，大概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啊。 买这个房子，当时是美金七十万，谭禅法师供养了四十万的，大师主啊，他捐献出来之后，对这个道场不闻不问。只交代一句话。 往后的因果，你们自己负责任。啊，福州有个西禅寺，很多人去过，我没去过，听说建的非常庄严，那是禅禅法师拿钱出来建。 至少也是美金的两三百万的、啊、他老人家拿去之后不闻不问，只说就一句话，这是他的老话啊：过人因果，过人负责。他自己的生活非常清苦啊。 在新加坡城隍庙摆一个小桌子，卖香烛，卖纸钱。他在那摆个摊子，做这个事情啊。点点滴滴都修积功德，自己。 没有浪费过一分钱，啊，他喝水喝自来水，啊，吃饭非常简单，一个菜呀、啊。我们去看他，啊，他带我是贵宾呢、啊，啊，拿什么带我呢？ 买一杯矿泉水，他招待贵宾啊，我们很感动啊。他自己喝自来水，买矿泉水招待我啊。我多次去看他。 这个在新加坡传奇人物啊，稀有的大德新加坡这个小地方有福报，真有修行人啊，谈谈许哲是代表啊。 有一个修行人，这个地方就有福报了，啊，何况还有两个，这个地区，大家都赞叹，真正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学佛的人知道啊，这些年来我在那个地方讲经啊，跟大家说明啊，啊，李牧原居士。 能护持佛法，感应就不可思议。你护持的是正法，你是真心，就有感应。啊，心里头这个护法的人，心里稍稍有一点偏邪，莫得其变了。 啊，你跟魔就感应道教带给你的时候就是灾难了。心不能不正，不能不纯正啊，我来到这个世间，没有别的事情，是跟大家解释经论。 我就干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你们要想真干，一定要学佛，学释迦牟尼佛啊！我说的很明白、很清楚，必须遵守沙弥这十条戒、二十四门为一。 你真想干的话，你的万元放下，真的除了换洗衣服之外的时候一无所有。那么你现在需要用的这些东西，全是常住的，不是自己的。你要有这个认知，你要认为这是我的，你就错了。啊，是我的。 你是三途六道的众生，你说这是常住的，常住是公家的，我暂时借用的。你是佛弟子，一切归常住啊啊！所以真干，我会到你们居住的疗房里面去看。 你们疗房里除了铺盖、几件换洗衣服之外，一无所有。你是真正修道人啊！从新加坡来的同学有很多，都去看过许哲居士。你看看许哲居住的环境，你看看他的房间。 确实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很简单一个床铺，一张桌子，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桌子上摆一张照片，是他母亲的，今年一百零三岁。 那是修行人的模范呐！啊，具足菩萨行、佛行，无所畏惧。请接着看。 祝佛啊，祝菩萨念请的第七句：“云何是祝佛三昧？”清凉大师跟我们说：“佛三昧就是。” 佛果等持，素果尘沙了。如四子平生等，三妹，前面跟诸位。 解释过这个名词啊，是凡人。翻成华文的意思是镇受、镇定、等持，等是平等。 持是保持啊，也就是说，永远把心保持在平等的境界，这就是禅定的啊。平等就没有分别啊，分别才起就不平等没有执着，有丝毫执着就不平等。 在深一层讲呢，没有妄念，起了妄念呢就不平等。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有断，所以，他所证得的三昧不是诸佛三昧。 啊，他是菩萨三昧啊？为什么呢？他还掺杂毫分不尽在其中啊！要用十善业道经上的话呢，他还掺着毫分不善，所以不能跟佛平等。 如来果地呀，毫分不净都不见杂，毫分不善都不见杂。啊，那个现象什么样子呢？六祖大师在《坛经》里的形容说：“本来无物啊。” 大乘经上常常形容他湛然即灭，寂是讲静啊，极静的灭是讲灭一切妄想、凡这个分别之主，啊，通通都灭掉了。 是在这样一个境界当中，啊。数过乘算怎么个说法呢？如果从数量上来讲呢，没有法子计算的。 大师举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华言《华严经》上的，《华严音上如来所证得的,的三昧叫四子平生三昧。四子平生是比喻啊，啊，你看那个狮子吃饱了、啊，躺在那个地方。 抻抻懒腰，你看那个样子，那个多自在，那是他的享受啊。用这个来比喻如来的正受，正受简别不同于凡夫，凡夫有苦、乐、忧、喜、舍。 有这五种寿。如来与法身菩萨的这五种寿没有了，那才叫正受啊！有这五种受，你的享受啊不正常啊！你心里头有有喜。 生有苦乐，也不正常啊！正常的享受呢？这些通通都没有啊！这叫正常的享受啊！清凉大师很慈悲。 把四字平生呢，给我们略举了个名目，啊，这是《不思议品》里面所说的，啊，佛有无量不思议三昧等。 也就是说，在就近圆满的果地，啊，用我们反复来讲，他的物质生活的享受、精神生活的享受，没有边际的。 啊，那么经上讲，这是说四智平生三昧了。总结起来说呢，以如是等不可说。 佛刹微尘所三昧，三昧何以有那么多？我们的举例说明，大家呢有个清楚的概念。六根借出外面境界，真正的。 达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什么？现前的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叫智慧。佛教学生。 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定慧等持啊，我们的定跟会要平等啊，会，就是清楚明了，定不起心动眼见色。 我们看到这个花，看到这个树，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是慧眼。哎、这个花很好看，你多看它一眼，你定没有了。为什么起心动念了、啊？这树长得不错，啊，欣赏欣赏，这一欣赏呢，就错了。 为什么呢？你起心动念。换一句话说呢，不是自然。 我对这棵树上没有作业，没有起心动念，我的眼根在这个树上得三昧了。这花我很喜欢它，在花上就没有三昧了。你懂不懂呢？我们眼看的外面境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境界当中都不起心，都不动念。 那就叫无量无边三昧啊！大家细心在这个上去体会，然后耳对音声也是如此啊！这个音声我很喜欢，我很爱听。你在这个声音上没有三昧啊？为什么呢？你在这个音声上，你落你的受啊？ 落在苦乐游戏识里头，啊，落在苦乐游戏识这五种里面，就没有三昧呀。啊，离苦乐游戏识，那三昧现前呢？啊，那才叫正受啊！啊，我喜欢他，我讨厌他，我不喜欢他，这种受都不是正受。 六道反复的感受啊！诸佛菩萨一切受用当中，决定没有苦乐游戏时。一位呀、啊，一位是真的呀，二位是假的呀。 可以懂得，所以修行人在哪里修呢？老老实实跟你讲，就是六根戒除六尘境界里面修行。修行的总纲领就是定根慧呀，界戒定慧三学，戒是方法。 依照佛陀教导我们的方法，我们在六根戒除六尘境界里面去修，定慧等持啊，定慧双修啊。 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得这叫真修行修外部着相，内部动心。 啊，又清清楚楚、明白明白白。啊，没有人问你的时候，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本来无一物啊，就是般若无知啊。啊，样样清楚，样样明白，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无知啊。 有人向你请教的时候，你说的头头是道，无所不知，啊，你就晓得，无所不知是他受用，啊，是般若的他受用啊，教化众生啊，无知是般若的自受用，啊，自受用是三昧呀。 正受啊，凡夫之人呢，颠倒了，把自受用的忘掉了，把他受用的变成自受用了，这麻烦了，着了相。 因此，修行功夫不得力，啊，这个不得力、不得力的原因在此地啊。你总要把原因找到，然后把原因消除，这个问题才能解决。所以，他总结以如是等不可说佛刹微尘所三昧。 如皮诺遮那如来，念念充满一切法界三昧大神变海啊！这经文呐、啊啊，那这个数量是是是，我们今天讲天文数字也没法子形容啊。 六受十种，把它归纳，归纳为十大类，啊，都是佛教学为了方便起见，太多了不能讲了，归纳，啊，归纳十大类、啊，第一个，一切诸佛恒住镇定。 于一念中啊，便一切处，普为众生广说妙法。佛为众生表演。 前面这一句我们要把它记到：一切诸佛恒住镇定，于一念中变一切处。啊，这一句一定要记住。啊，下面是讲它的作用，这第一种作用，普为众生广说妙法。 无所不知啊！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就这么一段事情，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人生就是本人啊！我本人究竟是什么？我的生活环境究竟是什么？你要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搞明白了，在佛法里面呢，就称你为佛陀啊。所以，佛陀是什么意思呢？ 明白人而已呀，啊，对自己、对自己生活环境啊清楚明白了。凡夫是什么呢？反夫是糊涂人呐、啊，对自己真的不不明了，对自己生活环境更糟糕。啊，生活环境里面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 究竟是是是一回什么事？说老实话，有几个人曾经去想过呢？想都没有想过，无怪乎啊！这个古德常讲啊，“醉生梦死”啊，啊，生到这个世界来，像喝醉了酒一样，颠颠倒倒。 啊，死了的时候像一场梦一样，真的这一生没搞清楚，没搞明白了。佛菩萨没有别的，明白人而已呀、啊。啊，所以祝佛菩萨不舍富贵人。 不是有权利，有地位的人，不是的。他是一个明白人那么，诸佛菩萨教我们，我们学佛，学佛学什么呢？学做一个明白人而已。 不甘心，不情愿做个糊涂人，啊，希望做个明白人。我们学佛目的在此地啊，总得要清楚，要明了啊。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能答得出来了。啊，人家问你，你为什么学佛？你学佛的目的何在？ 我们要正确的答复别人啊，那么像这样的经文就可以念给他听啊。一切诸佛恒住正定，正定就是三昧。 于一念中变一切处，这个一切处是净虚空变发界。哪个地方有云，佛就到哪里讲话、啊。念念如是，念念如是，这是第一个啊。 为一切众生广宣广说妙法。第二句呢，普为众生说无我机。前面的文是一样的啊！一切诸佛恒在正定，于一念中变一切处。 普为众生说无我机。前面句子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说无我法啦，一切众生不能觉悟的，第一个障碍。 就是我执，起心动念，执着身生,生活，见思烦恼里面头一个，身见。 他不知道这生身不是我，这是所有一切错误的根源。修行人能把这一关克服了，那个菩提道上啊，一帆风顺。 这一关突破不破，那太难了，啊！我常常讲啊，菩提道上啊，寸步难行，你想进一寸都不可能。谁障碍了你自己呢？自己障碍自己，别人不能障碍。 你要知道，别人不能障碍，别人也不能帮助。诸佛菩萨都没办法。佛在一切经论里面讲得清楚明白。 我们要懂得，令自己成就的人是自己，令自己失败的人还是自己，跟别人没有关系啊。 也许有很多人，怎么没有关系啊？啊，明明这个人障碍我，那是语言呢、啊。语言只能说对于一个不善修行的人会产生障碍。 他会误导你，他会引起你的烦恼，这变成障碍了。如果对于一个善学的人，他会不会造成障碍？不会，他帮助你。逆境恶人，佛经上常讲逆增上缘。 他都把你往上提升了、啊，为什么你向上提升呢？因为你有智慧，你有定力，你不受他影响。楞严经上讲的好啊：“若能转进，则通如来啊。”这个如来就是法身菩萨。 化身菩萨会修行呐，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全部把它转变，帮助自己境界向上提升，都在自己呀，不在别人呐、啊。这个叫学佛。 这叫会修行的啊，把自己错误的行为通通修正过来，叫做修行。这个人善修啊，会修啊，不会修的没有法子。不会修的人。 造作无量无边罪业，为什么呢？怨天尤人，啊，自己的失败，自己不能成就，全部都归罪于别人，好像与自己不相干，自己没有过失，大过失。我们要想在这一生成就，这个道理。 不能不懂啊！所以第一关要认知这个“生不生火”生”是什么呢？“生”是我所有的工具。这句话你懂不懂？你要真懂了。 我的工具要听我的意思去做，我不能受他的约束啊！就好像我们穿的这件衣服，这个衣服是我所有的，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一定听我摆布啊！我不能听他的啊！我喜欢怎么用它就怎么用它啊！所以世间人真有迷惑人呢、啊，穿了一件啊新的衣服，料子非常好。 坐下来的时候啊，先要看看那个座位干净不干净，怕把衣服弄脏了。你们想想，这到底是人穿衣服还是衣服穿人呢？到底谁是主，谁是兵呢？ 所以佛门的制度啊，世尊当年在世穿的衣服叫粪扫衣，这个衣服一文不值为什么呢？是捡，别的人破旧的衣服，丢在落水堆不要了，啊，把它捡起来。 看他还有好的那个地方剪下来，实在不能用的丢掉，啊，剪多了，一块一块拼凑起来，缝起来做一件衣，不贝纳衣啊。这件衣啊，每一块质料不相同，颜色不相同，穿起来当然很难看。佛教给我们染一染，啊，染色。 这就是叫袈裟了。袈裟的意思就是染，是很多东西混合在一起叫做袈裟。啊，用什么燃料去染呢？红黄蓝白黑混合在一起，啊，那个颜色就就差不多是一样的了。我们今天袈上咖啡色。 不失正色，啊，正色五种正色，啊，红、黄、蓝、白、黑五种正色，它是五种正色混合起来的，染成一色，啊，这叫袈裟色。 什么地方啊，都可以坐下来，不要担心啊，啊，不怕肮脏啊。佛法传到中国，中国出家人做一件新衣服，要找旧衣服啊，把它剪一块布贴在这个身上，啊，领子下面呢有这么一块。 叫贴心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自己，这个新衣服要当做旧衣服穿啊，也就是说，不要怕肮脏，哪个地方都可以做啊，不要受衣服的限制，是我们人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人。 都是破我执啊！啊，我们这个身体，身体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要知道，我这个名词的定义解释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解释。 就是主宰自在，你想想看，我们这个身能不能做主宰？能不能得自在？啊，如果这个身我们自己能做得了主宰，啊，我是主宰的意思。 我这个身体要像金刚一样不坏呀，啊，那我才能做主宰呀、啊！我希望我这个身体年年十八了，不要衰老啊！他不听话吗？他做不到吗？他有生住一灭吧？啊，有生老病死吗？ 所以，这个里头找不到主宰，也找不到自在啊！由此可知啊，这不是活。我们学佛，首先要把这一关突破。 我们生生世世被他害了，啊，他懈怠懒惰，啊，精神振作不起来。他不是我，他不听话了。我们要有能力降服他了。 啊，要这个身，听我自己的意思。啊，自己是自己是真心是本性，那个才生活。中文里面常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啊，那什么？在这个经上讲的，发身呐、啊，法身是我的真身呐、啊，啊，法身是什么？是我们真心本性的相分，啊，是我的身呐、啊。 真心本性生活，真心本性所现的相分是我身呐、啊，那叫化身呐。啊，真心本性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那是我的心呐、啊，觉心呐、啊，也叫觉心呐、啊。 觉性觉心是一个意思，是本性。心相，它的作用是自己的本能呢，啊，这是自己。 我们今天自己完全迷失掉了。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唤醒一切众生。你把你自己找回来，这个功德就圆满成就了。 佛法的修学呢，终极的目标是把自己找回来，啊，把自己的心找回来，把自己的身找回来，啊，也就是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啊，这个出现评价吗？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佛出现在世间教学的目的就是这。啊，但众生很可怜，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得。啊，妄想执着是你自己生的，是你自己迷失了的，所以谁都帮不上忙。 佛菩萨只能把这桩事情说清楚、说明白，要自己回头啊，要自己觉悟啊。这个事情佛没法子帮忙了，佛的帮忙开始误入啊，这《法华经》上讲的四个字。 佛能帮得上忙的，开示啊，也就是说，佛能实现这个样子。佛为你讲经说法，他做的这个啊，给你做示范啊，给你做说明。悟，如是你自己事情了啊。你看到这个样子，听到佛的这个这个呃。 教诲觉悟了，觉悟之后啊，真干，那你就入了你落实，你做到了，你跟佛一样啊。如果我们听了佛的开示，自己不悟，不如。 这在佛法讲呢，你只能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善根而已，这一生当中不起作用啊！这一生当中，李炳老常讲的，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 不能解决问题啊！但是事出世间一切法，要知道都没有定法啊？为什么呢？为时所变嘛。这法相中常说的。 而佛在许多经论上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句话呢，就是为师所念。但是这句话好懂，就看你怎么想了。如果我真想在这一生做佛，那你去做佛了吧。 从心想生嘛，啊！我不想做佛，那一切诸佛来帮忙也帮不上忙，你也做不了佛。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意思，生光无尽。 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反复的多炼啊！真正明白了，那这一句话就救了我们。我从今之后啊，我只享福，我不想别的。 那就是大师智菩萨在圆通章里面所说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作佛。”啊，见佛就是作佛，我这一生就成功了，就圆满了。可是你要记住，你不能夹杂妄想。 家长就把你全部的功夫破坏掉了，所以你要放得下了，放不下那是做不到的关键就在放下。 许多同学都知道，我为什么时时刻刻念念不忘老师啊？我是个很苦恼的凡夫啊，业障非常深重啊！啊，我要是不得老师的教诲。 我早已经到山头去了，这是事实啊！老师救了我，头一天见面呢，就把这方法交给我，看破放下。 我一教奉行了、啊。我放下，真的就像苦行僧一样。我在台中求学，只有两套换洗衣服啊。 我出门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箱子，一个包袱皮，打一个包袱，一个一副铺盖，啊，在那个时候还有蚊帐，啊，一个被单，一个三斤重的棉被，啊，一个小行李背在身上就走了，全副家当就这么多啊。 什么都没有啊！张家大师教导我的，真得大自在啊 以后跟李老师学讲经说法，啊，讲经说法需要一些参考资料，这参考资料别人不肯借给我用啊，那自己一定要收集，啊，这就是放下之后啊，再提起。 提起之后，跟从前自己拥有在概念上不相同啊？为什么呢？知道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啊！虽然提起来了，是随时可以放下，随处可以放下。 为什么呢？没有占有的念头啊！我自己晓得修行呢，受的一些苦难折磨啊！我是个过来人，所以我心里常常想：如果有一个四院丛林。 有完善的这个藏经楼啊，世出世间的这个典籍应有尽有啊，我随时可以参考，我自己什么都不要了，这多自在呀、啊！啊，自己顶多有个笔记本就行了。 看到好的东西，不要读。一部书写个几句，他的真正精华，我得到了，受用无穷啊！哪里需要这么啰里啰嗦、这么东东西呢？ 我早年心目当中所需求的，现在建立了，供养你们大众啊！你们大众如果要有我的思想，你们个个成就，你们的成就决定在我之上。 我当时想要的东西想不到，现在你们不想要的东西都在面前，我都替你们想到了，都替你们收集了，全部都供养你们了。说老实话，我在讲席当中也讲的很多次，多少年前就讲过。 啊，在美国，在达拉斯，营建为居士就曾经问过我，啊，这是法师，如果依你自己的愿望，你在这一生当中，啊，这么多这个经典，你选择哪一部经，受持读诵，为人演说。 我一点考虑都没有。我告诉他，我选择佛说《阿弥陀经》，到现在还是如此。啊，一切经教有人弘扬，我何必费这么多事情？我修我自己的法门，啊，真正对对我根基的。 佛说,说阿弥陀经呢、啊，啊、哦，我一生弘扬这个法门，修学这个法门，我不会去看第二本经书。那么今天讲这些东西呢，别人提请的，大众要求的，没有人能讲。 没有人愿意讲，我不能不出来讲啊！啊这个做法用现在人的话来说，牺牲奉献啊！我要是为我自己，告诉诸位同学，我的房间呢，会跟。 曲折句是一样，什么东西都没有，会跟印光大师官方一样，啊，我这个小佛堂供一尊阿弥陀佛，夜本佛说阿弥陀经，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一生当中，一个愿望，往生净土，清净弥陀。这是我们遇到佛法了之后啊，这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桩大事。 这一桩事情不能够圆满成就，全部落空了。你在这个世间搞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说来说去，都是讲的无我重要啊，众生不得成就，执着身是我，一切为我着想啊。 错了，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